我们今天要来开一箱全家便利商店的蔬果香，所以它是跟玉美配合的，对不对？这一家呢叫做玉美严选，那它本身就是做一些有机蔬菜的。全家的蔬菜香，它呢不是到店面购买，它也不是上网选购，它是呢你要加入它的 LINE的群组，你才能订这个蔬菜箱。哦，弄得好复杂哦。很复杂，它就是呢你要先加入它有一个团购的 LINE 的账号，那进去之后呢，你要在里面再下单。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小复杂，你要注册会员，申请 LINE 的团购账号，然后你要在那边下单。那下单的过程，其实我自己觉得没有非常的顺利。我点到那个商品之后，我付款三次以上才成功，真的有点麻烦。欸，这箱是多少钱啊？这箱呢是699，原价是850块。850，所以有特价咯。对，可是它其实玉美的官网也是卖一样的钱，就是699。可是你订了一直到我们家也蛮多天的。我是5月28订的，那我刚刚看它宅配单上面是贴5月31出货，那应该6月1号要到，也没到。黑猫宅急便又隔了一天，6月2号才到。这一天呢是冷藏的宅配啊，那我们就来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所以你有发现一件事吗？这一箱蔬果已经在外面流浪3天才到我们家。哦，31号、1号、2号。可是这有时候也不能怪玉米吧，这现在宅配其实是很塞车的。我一直以为他会是叫我去全家拿货，结果他不是，这个蔬菜箱他是宅配。可是你在 LINE 群组里面的全家，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你到全家拿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因为这个是冷藏的。老实讲，全家冰不了那么多冷藏的蔬菜箱嘛。可是我有买鲜乳坊的鲜奶馒头，就是冷冻的，可是也是到全家拿，哦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它这个玉美的蔬菜箱啊，里面总共有14样东西。欸，这个比我们上次在 Line Taste 买的蔬菜类反而更丰富。欸，那其实我那时候会买它，就是觉得它跟 Line Taste 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叶菜类比较多，所以我就想说要买它来看看。因为其实叶菜类啊，好不好吃，有的时候看起来黄黄的，你就会觉得好像没那么新鲜。对，一打开来是丰富很多。而且它这边有一盒这个看起来很高级，这个是生菜，它一样是它自己的品牌，写的玉美贝比生菜，而且这个是有机的，这个是综合的生菜，就是每一种都有，这样有一盒。哦，这个就是很适合你早上要弄一点什么，加个沙拉酱就可以了。对，这包只有30公克哦。那再来呢，它有叶菜类，它的叶菜类总共有1、2、3、4，叶菜类总共有4种。它这一次附的是空心菜、油菜、青江菜，跟这个是小白菜。这个空心菜好像稍微比较不漂亮一点，已经有点黑掉了。那其他的看起来是还好，而且它的菜就是看起来它都是有一个那个履历认证。哦，感觉这个包装一包都卖5块钱。哦，这对啊，是这样，在全联只要有这个 logo 就是比较贵。那再来，它里面还有附了这个。这个我真的收到的时候，我有点头很痛。这种这么大的瓜类，它附了2个一样，真的要吃非常久。我觉得它好歹也附个不一样的，就是至少比如说一个是卜瓦，或者是一个是大黄瓜。而且通常这个都感觉比较不好料理。我觉得南瓜它其实能料理的东西就稍微比较局限一点，可能南瓜汤啊，或者是南瓜香肉什么的，就是它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局限。而且那再来这个是洋葱。哦，它这次洋葱感觉比上次我们在 Line Taste 买的高级耶。对，它这个也都是有履历认证，每一个东西至少都多5块到10块。没错，下一样。那再来的话就是红喜菇跟雪白菇，其实这个大家都差不多，这几乎感觉就跟 Line Taste 的一模一样。欸，你去全联也就是这个牌子，不然就是另外一个，因为其实卖菇的最大家就是那2家。那它这一家呢比较不一样的是它还有这个金针菇，那它还有玉米是2大支。然后它呢最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它给了玉米又给了小玉米叔叔，而且它这个玉米笋啊也是履历的，真的是还蛮特别的。那再来这个呢是红椒跟黄椒，而且它附的都是贵贵椒，它没有附便宜的青椒。我觉得它这个有感觉就是想要把它的单价稍微拉高一点的感觉。
我觉得可以拉高，可品项可以再稍微更丰富一点，比如说像这个重复性就感觉上比较高，就可以换一下，可能换比较也是贵，比如说秋葵这种就比较贵的。可是它很值得嘉许啦，因为叶菜也比较难买，这样看起来其实就觉得好像稍微也不错，还不错。可是像这个空心菜就变成是我今天或明天我就一定要煮掉，因为它这个都已经烂烂的。对，毕竟也它也在外面流浪三天了。对啊，那最后一样就是这个啦，牛番茄。牛番茄，对，它的牛番茄也蛮漂亮的。可是我自己觉得，如果说是699的蔬菜箱，应该会是到一家四口吃差不多。可是我觉得两颗有一点不太够料理。上次 Lion Taxi 给他是几颗啊？我记得是三颗，可是我觉得三颗比较刚好，因为两颗如果你要煮一道我们家四个人都要吃的菜，有一点点小不够。好了，我们一直在讲 Lion Taxi 的素果箱，把链接放在底下，有兴趣也可以去看啊。嗯，那这样比较起来，我们最近从开箱三 C。开箱饭店变成开箱蔬果箱了，我只能告诉大家，我们如果再不出门，我们真的都要拍手。真的。那我问你啊，如果说以这个全家的蔬果箱跟上次我们开箱的那个 Lion Taxi 的蔬果箱，你觉得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好？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投 Lion Taxi 一票。第一，它的速度比较快。哦，感觉比较新鲜啊。对他们两个的话，速度真的差蛮多，因为 Line Taxi 是当天就到了。那其实这两个都不好抢，所以呢，就是以抢购的过程当中，我自己觉得很难比较，因为都很难买。那为什么我会选择它呢？最主要真的还是速度啦。对，因为这样比较起来，感觉蔬菜啊，就是当天如果送到是最好的。对，虽然它给的叶菜类比较少，可是至少我比较能够掌控冰箱的进来出去的东西的程度。它这样今天来，我完全就没有防备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。买蔬菜还要防备？对，因为重点是，如果说因为我等它等很久了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所以我就买了别的。结果它又同一天来，那是不是就太多？对，而且一下子冰箱进这些，其实有时候也是有点负担的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如果它有叶菜类的东西，它的蔬果类的顺畅度，就是出货速度应该要更快。它已经到三天才给我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分享在这边啦。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加入全家的 LINE， 然后就可以订购。嗯，原则上还是不错啦。其实现在真的防疫期间啊，大家就多多用订的。如果能用订的，就尽量用订的。其实我自己是非常鼓励，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有长辈，他很坚持，他一定要去买菜，你就帮他订吧。对啊，就帮他订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他们还是会习惯说要去菜市场买菜。那我觉得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直接帮他买好。因为像我现在我妈如果菜不够，我都问他要不要直接帮他订。就一起订啦，就不用再去菜市场了。对啊，大家都知道菜市场人比较多，我觉得这样是很不错的方式。虽然真的贵了一点，可是你自己想想看，如果说你的妈妈不用出门，你是不是也比较放心呢？没错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之后还会开箱更多书。果香，那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我今仔要来开箱全家的蔬菜箱。我今仔要来开箱这个玉梅，阿米耶，阿米，我不知道玉梅怎么念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Say